想多了吧。啊、小龙哥，你怎么了？看上去无精打采的，是不是有什么心思啊？红姐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一般你们女人送来的东西是不是喜欢的才送啊？肯定喜欢才送啊，不喜欢你送你东西干什么？萱萱，萱萱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啊！嗯，小龙哥，你在我家干嘛？你别戏的剧的很少，我们这么勤快吗？谢谢你啊！不用谢。